五个月内两次空难，346条生命失去，都是波音737 MAX 机型。如果说第一次事故是意外的话，那近日的埃塞航空难就自难其说了。此次空难也将波音公司推向舆论最高点。目前大部分国家均已停飞波音737 MAX， 而中国是最早停飞该型飞机的一个。随着事故原因的逐渐被查出，不得不感叹中国的先见之明。对于民航客机来说，安全是最大的命门。虽然飞机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，但也是死亡率最高的一个。根据目前公开资料分析，波音737 MAX 连续两次坠机都有可能源自于波音公司为其加装的自动防失速系统，也被称为机动特性增强系统 MCAS。 防失速控制系统是一种能把飞机引脚限制在控制失速的范围内，并减少引脚飞行时的侧滑角，使飞机能迅速脱离时速危险的飞行控制系统。一旦飞机发生失速，该系统会自动将机头降低并增加空速，但也要面临一个重要问题：一旦飞机的攻角传感器出现误判故障，把错位数据传输给自动防失速系统，就会导致飞机仰冲或俯冲。飞行员如果在短时间内未调整过来，最终就会导致灾难发生。在去年的印尼狮航坠机事故中，据了解，飞行员与飞机的自动防失速系统搏斗了十几分钟，但还是以失败告终。事故背后往往不是一个原因造成的，可能是飞行员操作不当，可能是防失速控制系统问题，也可能是飞机设计缺陷。这三点在波音737 MAX 上都有可能出现，最终定论还需要事故调查报告出来。我们不妨看一下波音737最近的改进史。波音737 MAX 之所以增加了自动防失速系统，是因为换装了尺寸更大、推力更强劲的 LEPA-1B 高含倒比涡扇发动机。该发动机出自 CFM 公司，我国 C919 就采用的该公司 LEAP-1C 发动机。相比之前波音737 MAX 装备的发动机， LEAP-1B 风扇直径要大22公分，而波音737在最初设计时并没有考虑安装直径更大的发动机，导致两者之间不配套。如果重新设计机身布局，成本让波音公司难以接受。对此，波音想到了另一种解决方案，将发动机安装位置前移并抬高，由此就带来了飞机在某些飞行状态下容易进入大仰角失速隐患。为了消除这个隐患，波音又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就是增加自动防失速系统。一系列改进最终导致悲惨事故发生。 MCAS 系统其实在军用领域广泛应用，战机一般都要做眼镜蛇机动、侧飞等高难度动作， MCAS 系统刚好可以帮助飞行员控制战机，但也有不少失败案例。美国的 F4 就曾做过改进，更换了更强劲的发动机，虽然航程增加，但平飞速度与使用升限却下降很多，以至于 F4 无法胜任高空高速截击任务。我国也曾做过改进，歼10最早是按照涡扇15发动机设计的，最后更换为俄制 AL31FN 发动机。不过我国在更换发动机时对后机身做了修型改进，使机身前后更加平衡，不至于发生头重脚轻等问题。所以综合来讲，波音737 MAX 的问题绝不仅仅是 BCAS 系统问题，在更换发动机的那一刻已经埋下了隐患。我国为什么第一时间停飞波音737 MAX？ 除了保证国内乘客安全外，或许早已看出波音737 MAX 问题所在。